家早安啊，天气还不错，有变温暖的感觉，变温暖一点点。现在是早上的7:05。闹钟该起来咯，为什么超人闹钟今天没有叫？奇怪，闹钟该起来了，不能再睡了，不能再睡了，闹钟，有没有听到？妈妈，等超人闹钟叫。没有，超人闹钟没有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看一下屁股，对，他今天没叫哎。闹钟，他不会叫了，他可能已经过了他要叫的时间了，他不会叫了。快起来吧，他不会叫我。已经七点，已经超过七点了，7:05了。超人闹钟是6:55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叫。他超过6:55很多了，他不会再叫了。我播音乐给你听好了，好不好？起来去上厕所换衣服，爸爸先去考。考三名，不用不用考，那是尾鱼双拼，它是那个蛋，不用考。我播一些音乐给你听好了，有点声音好吗？那你慢慢缓冲。小爱同学，我想听豆花的早安。抱歉，小爱没有找到你想听的歌曲，为你推荐张云的早安。哦，也可以，有早安就好了，有吗？我随便播了一个早安。我先来，我昨天吃这蛋糕真的好饱，我来切三明治好了。他说想吃三明治，他说想要两种口味都有，但是里面已经是有两种口味的 7-Eleven 的双拼三明治，尾鱼跟蛋，溏心蛋，就把它这样子。他吃不完两个，但是他想要两种，吃这两种。小猫起来咯，一个歌好了，换什么香蕉歌那样子好了。小爱同学，我想听香蕉人的香蕉歌。有香蕉歌，香蕉歌比较嗨。先不要拿走。
好啊，我不想交割。我们一起来叠被，一起来加油。这样像鲨鱼在睡觉。我捧起来面对位置，鲨鱼还在睡。大家早安。哦，没倒。歪歪腰。你还记得这首歌吗？幼儿园的时候很常听。你常常唱错。我也常常唱错，对。每一次唱，包括现在，你都错。你们上小学的时候就很少在听这个，而且小时候，你小时候我唱错，你会很生气。现在比较好哦，上小学长大了，比较不会因为这种小事情这么生气了。赶快穿饭了吗？要穿衣服了。今天天气有变好一点，出太阳了，所以我帮你都拿短袖、短裤的，应该是还好。我怕你来不及，我帮你叠几个，。下雨先出来。抱歉。你只要自己顺娃娃就好，我帮你整理一下被子。播完了，我现在先不要再播了。其他同学，不要再播了，停止播放，一个就好了。我帮你把两个小被子都叠了。因为为什么不要播了？因为下一首是类似催眠曲的那种，听的是很想睡。香蕉人的歌，一首是很嗨的，下一首是那种香蕉摇篮曲。再听的话，就好不容易比较清醒，比较想睡下去了。什么还记得吗？下一首歌一开始就是打一个呵欠，哇，然后又想睡觉的那种歌。又有人去了。对啊，好不容易清醒了，打个呵欠了。对，哒哒哒哒哒。好了，等一下你再自己把剩下的小娃娃整理一下，爸爸陪你传话。加油，孩子，加油！衣服脱一个换一换吧。很棒，很棒，然后要加油。先去外面拿钥匙跟口罩，你穿好了就书包拿出来了。宝贝加油。看一下我老婆。我老婆应该要妈妈七点十五了。老婆早安。冰箱有你的被告。
捉迷藏了，赶快醒来了。好了，起来了，你看我，今天我捉迷藏，快起来！我工资迟到了，让学校来个早。快点慢慢出门，你现在出来跟老公妈妈拜拜。去吧。那我帮你拿书包好了。我们吃三明治，我哦，星期十五了，星期三了，对啊，星期三了。给你看一个东西。没有没有，我要拿回去给你。等一下，彤彤早安，彤彤我爱你。三角神力。对，我要排这个给你看，然后再拿过去给你这个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箭头。加速的符号，真的。往后加速。我们看电影的时候，他会告诉我们这个加速。这样子。往前加速。好，现在换到你加速了。彤彤早安，彤彤我爱你。你是要往后加速？没有啦，往前加速，往前加速，因为我是颠倒的、啊，我这样看，我给你反过来，对你来说这样才是加速，对不对？好，赶快吃吧。我没有按按钮，是不行。按。不是按，我是按三明治。按。开始吧。彤彤仔，彤彤我爱你。小美仔，宝宝我爱你。好，赶快吃吧。今天中午下课不要跑去桌球校社团了哈，到门口还会带你回来。要记得哦，今天快二十了，今天稍微晚一点。昨天这时候你已经在看 BB 鸟了。好了，我就拍到这边了，我们吃完早餐就要去上学了，拜拜。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大家拜拜。